Hello。哇，你家好漂亮，木琴。谢谢。你都这个嗨。家里都好吧？家里挺好呀、啊，狗挺乖，家里也各方面都方方面面都。现在是几点钟？现在是四点钟。但是木琴她又要拉屎，要化妆。怎么你也化妆？她变美和排毒没有一个东西是比采访次要的，就是大木琴子。对，大木琴子。然后做 rapper 多久？我全职来做是一年。哇靠，你才做一年，还不错吧？对，还不错。哎，你很会运营嘛？主要做不好，要打动人心。啊，脸不红心不跳。我是在做心理咨询这个行业，但我本身其实我的工作其实跟这没有关系。当时是做那个心理治疗师的助理，就有点像艺人经纪，但是你的经纪人不唱歌。哦，但是大概知道怎么回事儿。那会接触到很多奇奇怪怪的人吗？这个肯定不会用奇奇怪怪去说他们。哦，这样子。对，很不尊重。他们都很好，但是他们会需要一个空间去倾诉他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一些很黑暗的部分。然后你是做助理，但是你自己心里本来也学这个东西是吗？我不学。那、你不是吗？那我学服装设计的。你学服装设计啊？要不要？哎，你招数还挺多的吧？广州大学。哦，你在广州大学。服装设计，然后大学。哦，是吗？我们自己学服装设计，因为是自己出手自己打板那种。工作的时候就是去做心理咨询师的助理。中间还有做过一些别的。什么 waiter 吗？做过那个广告，是在做广告的时候认识后面做心理治疗的老板。那你信星座吗？哦，你还是信星座的，好没说服力啊。那木琴喜欢什么样的男生呢？我很看重内在美的。你知道很多人他可能五官不是说就是标准的说帅啊好看，比如说李敏镐，你知道李敏镐？我知道李敏镐。对，我就觉得他不帅。我靠，我相机都掉下来。然后我觉得谁帅？谁帅？包比，你知道吗？包他吗？对，他也叫包比，就是韩国的一个 rapper， 他眼睛是这样子的，我觉得他贼帅。木琴什么时候开始刺青的呀？是吧？我靠，你很叛逆啊！对，而且你还不能进那种日本的澡堂。说以后我的就是职业生涯会受限制。就很客观的来讨论这个事情。我爸就会说，那既然你要纹，你就要纹好一点。如果你钱不够，你就跟我说。当时是个什么契机会让你想要刺青？就是让我想一下，一开始打折吗？不是，那肯定不是。就是觉得它是一个很有力量感的象征。我觉得自己太柔弱了。不柔弱，看着老江湖好吧。感谢我的这些纹身给我带来的这个正面的影响。我的胸口的这个是我之前养过的两只猫咪，因为我那个猫咪就是黑猫，然后两个女生，然后眼睛就是黄眼睛，用这样的形式去表现。纪念下来。对，因为他们俩都去世了。哎，这样讲还挺积极的哈、我当时听你的歌是听一首叫《落网》。就感觉这首歌让人好放松，但是又好真诚。哇，谢谢，好感动啊！你给我这个评价。好，现在可以给大家 room tour 一下吗？我带大家看一下我平常工作的地方。好。你家好漂亮，我去。还可以，哦，所以你是在家里工作居多 ，home studio。对，我在家，但是我不在家录歌，这边就是我奶奶。奶奶放在这个工作室。对，因为。2018年的时候去世的，但是他这个照片我觉得很好看，因为这个全是粉丝给我送的小礼物，一些专辑，然后这是我以前追星的时候留下的产物。你追谁啊？知道就会知道，不知道的话就算了。啊，就算。路飞吗？都懂。这是我5岁的时候，我爸的一个同事送给我的，小的时候我就很喜欢。对，然后我这么多年就一直很喜欢他，一直带着他。我觉得他长得特别像秀兰登博。谁？秀兰登博，你知道吗？不知道。你多大？我93的。你93，你不知道秀兰登博？秀兰登博什么东西啊？秀兰登博是一个小童星啊，演戏的。我以为是什么灯管公司的吉祥物，秀兰登博。阿强水果之类。你来之前你问我吗？平常活动的范围跟区间，平常都做什么？就在家，在楼上工作，在这里运动，基本上两点。而且其实好的就是。
你通勤的时间很短是吗？对，一分钟我没得出来，我上班。哦，好好，就是就已经到了工作的状态，直接去你朋友那，不然会来不及了。估计个子相当小，是个娇小女。咦，这个小鞋子挺好看的。是吗？嗯。回去弄条给你。可以吗？可以啊。哪弄来的？我从你爸抽屉里拿的。巡演的演出服都是他给我做的。你要说最早的时候其实是 50 Cent。 我当时我高一的时候做那个交换生去美国读，反正你知道校园流行什么我们就会都会耳濡目染什么。后面完全决定要做个 rapper 的时候是什么契机呢？那真的是很久以后的事情了呀，就是18年的事情了。那是什么事情触动你要做这个职业呢？那个时候就是赌气。跟谁赌气啊？跟什么？跟舌头赌气吗？觉得自己舌头笨。因为我前面只是做音乐，但是我并没有说要做一个 rap、说唱啊。认识了其他的一起做歌的人，陷入了这个恋爱的这个状态。短短的时间里面，然后经历了这个陷入和抽离，我就说的抽象一点，好吧？啊、好的，懂的都懂。啊，懂了。就是赌气，其实我如果做，我肯定做的比你还要好。然后不知不觉因为这样子的一个这么奇妙的原因做到现在了。那不是因为我写歌本身就是准备要一直写的事情、只是说我为什么会作为一个全职音乐人开始生活。我记得我刚做的第一年，我一直到2019年上半年我都还陷在那个赌气里。我还会经常去看对比我们两个人的数据，我靠，怎么还为什么还是算了，不说了。感情原因走上了说唱这条路。对，而且我发现就是女生啊，这种情感推动力啊极强，就如果我真的只是别的原因可能都不一定有这么强的推动力，但是那个时候就是那种报复心理。你知道吗？你不觉得这种有点傻吗？因为一个就是很幼稚，一个感情问题就直接改变自己的职业生涯或者自己未来的路。回过头去看我还挺感谢他的，阴差阳错我走上了一条正确的道路。哦，你觉得是正确道路？很完美。我摒弃了以前的生活方式，选择现在的生活方式。到目前为止我都觉得很幸福。养完小狗什么不一样的感受？会觉得它比人类要靠谱很多吗？哦，我不会，因为我本身就不太相信男生，所以和我没有什么。我的朋友都是女生。那你很鸡贼呀。我们姐妹很团结。你搞对了呀。我也觉得我没有先见之明，但是你为什么要这样子去背叛你的兄弟盟？没有啊，因为我觉得我也不相信我自己啊。真的吗？真的啊。所以你也不相信你刚才说过会给我搞一条项链这样的话吗？那个没关系。那个没关系。我觉得哎，反男生到最后都是 care 自己比较多。哦，我也会觉得很多女生是 care 容易进入感情或者对方比较多。对，男生会比较，女生比较难抽离，男生最后会变得很理智。对，但其实我觉得男生这样挺好，大家都应该这个样子。这是目前的死党的服装工作室，也是帮他做演出服装的死党的服装工作室。我跟你说，我一开始做的时候，我的所有歌的封面是我大学的死党给我做平面做插画的。他是做衣服的，然后我开始演出之后我的演出服都是他给我做，基本上全是我的姐妹团。都是你自己的人？全是姐妹团。好便利，好爽，又可以白嫖啊。像我那个时候演出我会给他先听我的歌，然后哦，还会先听歌？他肯定要听歌。我虽然跟他很熟，但是我只听过他一首歌。很可笑。那会我就经常听很多，我真的是听完之后然后才开始画的。然后我会跟他说，就是我最近好像有点胖，所以我手臂不要露出来，但是腰身还可以，可以帮我把腰修一修，然后腿型还可以，腿可以露出来之类的吧。他就会帮我画，那肩膀这样子帮你弄，然后腰卡到这里，然后帮我量身材。那这个东西就是 one off 的，就只有一个？只有一个，只有我有。那理论上做一件这样的东西大概多少钱呢？就比如说有人要这么做，一般是3800起。3800起啊，一件。你好黑啊。这个过程非常长，大概得要15到30天。而且他给我做就是面料都会选特别好，比如说真丝的呀，复合料的呀，就是不是这种，也不是你身上这种，不是棉料来的。还不是我这种，真的，我这个也很好吧，我这优衣库高端货。然后他帮我加那种刺绣啊、贴片啊，然后那都是手工缝，还有什么珠绣的东西在上面，都是手工缝。
哇，你好爽啊，母亲！我拿一个绿色的可以吗？可以啊，黑色。又来白嫖了，真的是。那肯定的，我每次来都拿一堆东西走的。怎么感觉灰色的比黑色的小啊？哎，你觉得我戴哪个颜色好看？你说。我觉得你戴什么颜色都好看，主要是要看你是啥配啊。好恶心！我刚刚听到什么恶心的对话？哎，这白嫖了好。白嫖。当年我刚开始写歌的时候，这个姐妹说什么吗？她对我清唱的，然后听着听着没什么很大的感觉，我就说要不别唱了，那我就放弃吧。结果还好我坚持下来了。对。看看是不是？是不是？人一定要有毅力，我跟你说。对。我拿白色吧。不是，粉色也拿走吧。其实我觉得都挺好看的。目前你现在学服装设计，你是能理解，有些人花很多钱买一件布料并不贵的东西。我其实理解不了。你理解不了吗？对，我的衣服基本上单价都在500块以下。那你对名牌奢侈品其实也没有太迷。对，不太追求。我很注重性价比，因为我不知道该怎么说，我是个金牛座。就没必要钱不花。没必要的钱不花。我拿一个绿色的可以吗？我拿白色的。不是，我的所有歌的封面是我大学的死党给我做的。那你愿意在什么东西上面花钱？生活用品，我会买什么智能马桶，好一点的锅子，然后刀具。刀具，专利人。餐具，对，专利人。我去之前刚买了一套。刺青舍得花钱吗？花。男人可以穿一辈子。对。性价比很高。对呀、啊、对呀、啊，喂。其实你做的演出服，一件卖5000块钱，你会买吗？不会。1000块钱呢？考虑新品马上上架了。对，但是你的新品，我觉得好像只有这个是我能够600多、700多，500块以内的哦，打折，对，79折，对，那可以，那我可以买一件500块以内。好 real 啊你，要朋友会越来越少啊。因为我朋友就很长久，大家都很了解我的习性，因为我的朋友都不是那种混在一起就是为了消磨时间而玩的，因为大家都很忙，我可能一个月会碰个一两次，汇报一下自己的战果和近况。然后互相鼓励继续努力，这种积极的一个这样的东西，所以不是说觉得有利可图才成为了朋友，就成为朋友之后不知不觉发现了有这个能力，这样人才吸引你。 对，你像如果他天天混来混去就想着黏在一起玩，我也没时间理他，也不会跟我成为很亲密的朋友。就我一开始我会这样觉得，我会觉得这样有点现实，但是后来像你那样分析我觉得有点合理。那你为什么当时会学服装设计？我当时有一个错觉，就是我觉得我很喜欢，尤其是当我开始写歌以后，我就真正感受到什么叫喜欢。人会这样吗？就是你会误以为你喜欢这个人，其实你没那么喜欢。我以前觉得不会，我现在想想其实是的。哦，那我再问你一个我自己比较好奇的问题啊，一个人如果人品不 OK， 作品很牛逼，那你还会听他作品吗？不会，就再也不会去。如果这个人做了一些蠢事，我可能会选择不再跟他来往。从业了之后，你真的能够近距离接触到一些你以前只能听到他声音的人，你真的会从另一个角度去看到这些人的一些习性。没那么好，我不是很喜欢呢、因为我觉得用好坏去评判是不准确的，只是说可能他跟我不匹配吧。一开始的时候会很困扰，哎呀，我听他的歌我都不能正视他了，怎么办？我这么喜欢这首歌，我也不咋听。后来心态放平了，听，那有什么关系呢？对不对？为什么要跟自己过不去呢？买都买了，我说会员，买都买了，会员，就是他展示给大众的那一面，和自己私下包装好的，他是收拾好了之后才展示的。对，其实如果是这样，我都会觉得至少对你的职业是负责任，因为你会知道你的影响，你那些拿不出手的那就藏好，放在家里，收进柜子，因为你不能要求的，你不能要求一个人无时无刻完美无缺的和幸福的。就是我做我自己。我今天跟他混在一起，我明天跟他混在一起，我作品跟我的人格都是一体的，那种是最最理想的状态。就本身其实人他就是一个多面性的，你在面对不同的东西的时候，就是会有不同的呈现方式。那你能说我在面对这个人的时候这样，面对那个人的时候那样，就是不 real 吗？我对他不 real， 对他不 real， 其实都是其中的一个部分。下雨了，那咋整？我们可以提前结束。哎，我喜欢这个袖子，你给我做过这个袖子？有啊，你先给木琴试一下吧。OK， 好好看。小马不在这儿，我穿这个大雨肯定会吐槽我。好看啊！真的吗？这个颜色可以。你可以转背过去看一下。对，转一圈。好看吗？这个能给我单独做个腰带吗？怎么单独？哎，你脸皮真的很厚，我还以为说这个能不能给我打个折，你直接说这个能不能给我单独做个腰带。我喜欢这种面料，我想让它做个腰封。不信你穿这个去约会，我跟你讲。真的吗？真的。我也去找个镜子。真的吗？木琴不是本名的吧？对。那为什么会叫木琴呢？因为我叫雷耀珍嘛。
哦，这可以说哈。真，对，可以说真是木琴真。对，因为以前我工作的时候，我的同事就会喊我木琴，就给我取的那种 nickname。哦。然后我当时想说，哎，叫什么音乐人名字呢？随便吧，就写这个。木琴，如果说唱搞不下去怎么办？做什么？我不知道啊，我现在不太想去想这个事情，因为你知道，我曾经是这样子的，我以前就是在想，我歌一直写一直写，或许有一天我会有机会可以成为一个歌手，我可以站在舞台上。结果哎，成真了。如果我现在就开始想，如果我以后歌做不下去了，我该干嘛？说不定它就会成真。不要去想这个东西，做到死。到死啊！35岁一样做，做到死为止。被牵引，就太浮萌的阴影，小心翼翼把鬼祟都卑鄙的写进歌里。